各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？我拍给大家看。啊，这个我们订很久哎。对。等很久。等很久他才来。而且他闹完了，那就是种子叮叮。你知道是什么种子吗？当然就是皇室兄弟的种子啊。很酷哎。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？这个就是种下去，然后会发芽。对，然后上面会有那个出现那些字，很可爱。然后还有黄豆，黄豆的，给你看，两颗给你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皇室兄弟跟黄豆的，哎呦，可爱，哎呦，掉掉掉。然后到时候我们会种出来给大家看哦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因为我常常把东西种到死掉。真的，这不夸张哦。他常常种到一个东西没有种起来，有啦，他至少有长高，然后才死。长高才死哦。对啊。那至少有长高嘛。尴尬了。好啦，那你好好的种它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来倒了。到时候看它会不会长起来。因为我是不是要拿剪刀？嗯，好，我帮你拿。你知道怎么种吗？就是。你不可以把种子放在这个土的最上面，要放在下面。嗯，然后这个啊，要朝上还是朝下？我不知道哎。不知道。朝上吧，你就看会往外开的地方要朝上。网络应该会说这个种这个的那个诀窍。你要先查吗？嗯。那先把土倒下来。哎，不是要先种子要先在最下面哦？不是啦。土要先在里面。不是在它的三分之二处吗？是哦。喔、我们两个都不会，然后想要乱种，就它等一下到时候没有发芽，对不对？这是皇室兄弟新卖的那个种子啊。它叫什么种子啊？魔法种子。魔法种子，对。是吗？我查一下。很酷哎。魔法。那时候鲍鲍一听到说有这个东西，他说：“要不要买回来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买回来种种看哦。对啊。哇。电风好像有。哇，好哎。嗯。默默的已经种下去了。等一下，你没有种哎。没。两颗豆子还在这里。豆子大概只要埋大概深度三公分。我刚上网查，然后它比较魔法种，它叫魔豆种子。魔豆种子。魔豆凯撒。什么歌？英雄联盟的角色啦，好像。啊、你看它掉好多屑屑。不会种啊？只要种上去要浇水吗？嗯，就用喷的那种喷雾浇水就好了。哦，好啦，那就今天就是要种这个种子。我先摆上去看看。到时候每天呢记录一下好了，看它能长到什么程度。很酷哎，它是真的长出来会这样皇室兄弟吗？它就是。长出来一个痘痘，然后上面就是会有印这个皇室兄弟。真的还假的？我没有种过，我也不晓得。太酷了吧！竟然还有这种东西。哦，你要拍照？哦、好，我们先让宝宝拍一个照。这样子。OK， 皇室兄弟，好，摆进去。他说大概三公分。好。然后我再把土倒进去。哦，埋进去喽。买，哦，还蛮多的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喷一点水就好了。对。好的。那另外一颗也是这样的做法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它种进去。另外看它什么时候会发芽？是啊，会不会都不会发芽？我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再把它挖出来吧。如果它不会发芽的话。太酷了吧！现在种这个，现在是种第二个。对，其实它的图还蛮多的。嗯，你还蛮喜欢玩这些小东西的哦。很好玩。真的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小女生的哈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小女生？种这种东西都是小女生会很喜欢的。当然也有男生啊，可是很少。这么有这种个性的男生会很少。
中毒。现在要来种黄豆的，种大家的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三公分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想要把这个根倒进去。好。好。黄豆，我帮你埋下来了，埋黄豆。好，埋黄豆，埋进去。欸、其实它有一个开口的地方，我不知道它要把它朝上还是朝下。哼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直接把它放旁边。好。它会不会长横的？让施肥，白白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肥料还是？应该是吧，应该是属于它的肥料。其实你土埋进去就看不到东西了。对啊，要等它长大才看得到。长大，不知道谁会先发芽。应该不会有蚯蚓吧？会有虫。啊，怎么办？我要把它放哪里？你就放阳台喽。好吧。对啊，然后我们每天看它会不会发芽喽。好吧。对，你会不会播出来，然后就蚯蚓长出来？你不要讲那么恐怖好吗？你种这个本来这个就是天然的虫啊，正常。对。对啊。然后等下抓到虫。嗯。OK。不能用太满，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，它会从里面冒出来。嗯。然后土就会被挖出来。哼。好了。那我们就几天过后见。好，那今天就是分享这个种种子，几天过后再给大家看它的成长记录。大概我是期待都会长出来啊，希望啊。成长记录是什么？皇室兄弟的成长记录。就是这两颗呢，会是 Bobo 负责，那我们就看它的成长过程吧。好吧。